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早上呢，我会继续做一些搭建这个果棚的啊。我们看昨天我已经定型好了一些定位好了一些混凝土桩哈。今天呢，我就是把这些电花绳的这些电花绳的做一个果网在上面果棚在上面。我现在呢就是要做一个果棚的布置的我们看，耶，我现在要把全部这地方要做成一个果棚。哎，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地方，就是百香果已经长得非常的大。OK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做这个果棚出来的。